什么这么多的，真的是工作人员吗？不听懂啊？没有。那个本来圣诞节有事，过年了要包包什么那些了，礼物给你们了，不过你们那么多，我钱不够啊，全部给就没钱了，还要买地啊，还要住地啊，懂吗？哎呀，连盖这种傻瓜也要钱啊。OK， 啊 ，OK， 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我们自己都有礼物嘛，啊， okay. 哎，好的，更好的礼物 ，OK， 呀呀呀，哎 ，OK， 那，然后你们自己拿，不然我现在丢的话，大家都乱成一团了。我知道你们，我认识很清楚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我渐渐熟，美好时光莫错过，有旧欢喜在心头，那年华一刻停留，时光匆匆，哎呀呀呀呀，要把握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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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多哦，连那种便宜是音乐，好，我家是。家里狗也要扎死，人也要扎死。刚才昨天我也有跟他们道歉，我说我真的没有空包礼物给你们了，他们十几个工作方便而已嘛， SMT， 我说我没时间。然后前天呢、他们就弄一个什么DVD 来给我看，他唱歌那个，他意思说，圣诞节我没要什么，只要你而已，这样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啊，我们可以播给大家看，如果不过这边没有机会，那我放在电视，明天大家一起看好了。就是没多少钱，不过很多爱。嗯，还有吗？好了 ，OK， 那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了。谢谢。你们真有神通啊！啊，不晓得你们有什么了，即使神通也不会那么快了啊！你们怎么弄的啊？怎么弄这么快？因为我们那时候礼拜六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准备嘛。我们跟厂商订的时候，他说礼拜二给我们。刚好是这个上个礼拜的礼拜二，然后我们拜托那个其实短柱帮我们搭起来这样。厕所是不是本来说要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吧？哈。本来厕所是说要两个礼拜，可是我们这把这个一个礼拜就把它完成了。太好了。好厉害！我没想，不是一个礼拜呢，要更短的。本来是说，现在我们的停车场今天4000人吧，哈。我们的土地这边还那边有承租文哈，那个有一个一甲，8分9到9分那边，今天只有停1/3而已。OK， 有就好。谢谢叔。不客气。呀，太好了！那我怕死了，我人会怎么办呢？不会，怕来没有地方。天气好没问题，懂吗？就是天气如果下雨就麻烦啊。还好不下雨，今天好热。我要穿那件衣服，好热。今天刚好认为 OK， 冷的穿刚好，结果好热，里面流汗呢。看不出来而已，他弄这种衣服故意的给人家流汗看不到。
为了老公公要庄严，懂吗？不能流汗呢、啊，不能跟凡夫一样流汗。我流就比凡夫还要多，就看不到而已。嗯 ，OK， 谢谢大家哈，拥护。嗯，我从来没感觉到哪个地方拥护力量那么明显，跟这边一样了，真的是有感觉，这样大家一起跟师傅一起弄了。我当然没有跟你们一起挖地，一起一起焊铁，不过我在里面挖不同东西，焊不同的事情。OK 呀，我这边蛮高兴的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爱啊，特别特别很用功，而且很拥护啊，多谢多谢啊。每个人都说爱爱了，不过我在这边感觉到，嗯，你们真的做师傅要久的啊，了解吗？好，同样的方向啊，不是要求师傅替你们做事的，不过你们这是真的替师傅做事，嗯，这是个人要求的，因为我怕同修来怎么办嘛，懂吗？又在屏东又不行，苗栗又一天到晚下雨，看到了，了解吗？我在那边差点被融掉了，一天到晚下雨，就变雨了。那些老人家了，他从那么远来，台湾还好，马上可以回家，就那么遥远来又老了，我真的没办法看不过去嘛，啊，所以才赶快就跑来，来不及想什么，马上就来就好了。我衣服也没带多少。啊，带一些文件什么的，几个高跟鞋，没衣服我就带高跟鞋盖住，是吧？真的习惯难改。钱也没带，没关系嘛，我们有好几个银行，随便随便可以拿。以前有人，有时候我就去嘛，有时候我一个人呐、啊，或是一两个人。随便就去给人家的钱呐、啊，因为我不要捞名字啊，就随便写一个什么 Angel 什么名字啊，啊，是什么儿女什么随便呢、啊？他们说钱你怀疑一点呐、啊，钱太多，我给很多嘛，很小人给呢，一下子那么多，而且给现金啊，对他们很方便。嗯，你钱从哪里来？我说。银行啊，我去银行拿，听起来很可笑，那些国外的语言听起来好像我们去抢银行一样，我也故意讲那种口气给他们，给他们一直说要怎样，懂吗？钱有你就拿就好了，我不要任何东西，何必问东问西，连收据我也不要的。他们说不要也不行，我说好，那写下来好了。然后他问什么名字，我随便那个，我看哪一个老太婆在那边，我说哎呀，老老什么，老苦老东什么，一随便写了，懂吗？哎，不然我用我狗的名字写下来。是啊，那我问是什么名字，我说中国的名字，中文就是这样，啊，上回去医院也是这样啊，就付现金嘛，他问名字，我就说那个，我这狗是叫 Zolo 嘛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我就刚才就想到他也，就说 Lozo， 很像中文，有没有？而不是 Zolo， 就说 Lozo 啦，啊，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叫我，哎 ，Lozo 你好。有时候我忘记是我的名字，叫半天我没有回答他。他说你没听到我啊？我说哦，对不起，刚才像东西太多，我忘记我。有时候不同地方我给不同的狗名嘛，狗名我忘记了。在这个医院是 Lozo 嘛，在另外一个就是 Benny 嘛，在另外一个是 Happy 什么啦啊？我有太多狗了，随便选都有，忘记啊。所以有时候因为我认为没关系随便给嘛，以后他也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他了，不会再见了。啊，有时候我在路上碰面。然后我就想半天到底是我给他什么名字。就我就真的难过，很难处理的吗？
啊，他又没有叫我名字，他就来抱抱，哎，你好吗？然后我就想，哎，你还知道我吗？你记得吗？啊，你真的认识我吗？啊，是怎么不认识啊？我说，那我叫什么名字？然后他就吐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了，啊，真的是你认识我没错。不然没有办法，怎么多名字忘记了。好几年回来他还记得吗？就是有一次很困难，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互相碰面，一个是叫 Christina， 另外一个是 Katarina。 后来说一个是叫我 Christina， 另外一个是叫哎，你是 Katarina 吗？我说哦哟，那个是中央的名字嘛。哦哟，我们中国人有30个名字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陈啊，龙啊，上天啊，人哦 ，Catherine 啊 ，Christina， 就是我随便选一个嘛。有时候我喜欢这样，有时候那样的，啊，这也是过去了，懂不懂？不然的话是麻烦，了解吗？他们认为我骗什么啊？因为在国外啊。已经在国内，别说是在台湾了，已经很那个风波已经很多了。在国外，我一个人嘛，要自己保护自己啊，没办法，什么都公开给他们听啊，了解吗？连去住院也不敢说自己的名字，不敢给他的那个照片啊等等，哎，他怕他们认出来，了解吗？因为他们帮我弄东西。比方说我说哎呀，我需要几个照片，以前那种护照的照片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就拿那个 SMTV 那些照片割起来啊，给我十几张。因为我要弄家教什么的，我急啊，来不及，找不到那种照相机那个自动地方，还是要用啊。就是申请在我们政府这里嘛，回来很多事情要申请啊，然后也放那个照片上去，他们帮我弄，然后把我放照片上去啊，看着年轻啊。他们拿那个10年前那种最出名的 SMTV 的照片放上去啊，然后那两个师姐在里面，一个是师姐，一个是外面的，说这个面熟啊。啊，会不会有人冒犯师傅的那个照片的跟名字？一个这个他的这个照片，我家里有一个，我怎么忘记？真正的是他嘛？会不会有人冒犯他的那个照片跟名字？哎呀，后来还是要解释一下，对，是本人没错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生活跟电影一样，很多事情讲不出来。嗯，我有时候记得会跟你们说啊，不然突然间也讲不出来了。啊，我现在还有一点工作做，啊，偷一点时间出来看你们，谢谢你们而已啦。再见了。谢谢。上帝保佑哈。嗯。我们工作人员很忙的人的，就不管上帝了，是吗？他驾驶也好，无驾驶也好，我没空想了，忙的买，忙的接菜啊，了解吗？没想那么多，我师父也是这样子啊，不管谁讲好讲坏什么。